你们怎么都被石化了？托雷基亚，我们今天和怪兽打架，把能量都用完了，所以才这样。这样啊，那我来帮帮你们吧。第一个迪迦。第二个泰迦。赛罗该你了。怎么回事？托雷基亚，你不会是不想帮我吧？我怎么才恢复到一半？赛罗呀，我都能量也不够了，不能帮你恢复了，你自己想想办法吧。怎么办？我把我的帅照发出来看看，到底还有没有小伙伴喜欢我，帮帮我。好了，我的能量也恢复了，谢谢小伙伴们。格力乔妹妹，我来救你了。赛罗哥哥，不要，快停下，你会没命的。格力乔妹妹，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再见了，格力乔妹妹，再见了，支持我的小伙伴们。赛罗哥哥，我不要你离开我。格力乔，不要伤心，我来救赛罗了。请相信光的小朋友，点亮你们的小爱心，和我一起加油。谢谢你，我的好兄弟迪迦。小朋友们，快点找人来救我。赛罗，我的手下败将，我要用铁链把你永远拴在这里。你现在没有了光之能量，也没人相信光了。你就在这里老老实实待着吧。爸爸，我们来救你了。小朋友们，我和妹妹的能量有限，需要你们的帮助了。请相信光的小朋友给我们光之力量吧。谢谢小赛小乔，谢谢相信光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太棒了。这个烦人的奥特曼，你知不知道你吵到我睡午觉了？看我一口把你吞进肚子里。哎呀，这个臭鲨鱼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啊？有啥事好好聊呗，居然一口气把我吞进肚子里，这该怎么出去啊？有办法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哪里来的声音啊？我肚子这是怎么了？叮叮咚咚的。鲨鱼大哥，我是今天被你吃进肚子里的赛罗奥特曼，你肚子里面也太好玩了吧。我的妈呀，你快住手吧，要是撑破我肚子那可怎么办啊？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快出来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乱吞东西了。您就别哭了，你知道错了就好。哎，你快张开嘴巴吧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还是个宝宝呢，你这样吓我，我可受不了啊。你们怎么都被石化了？托雷基亚，我们今天和怪兽打架，把能量都用完了，所以才这样。这样啊，那我来帮帮你们吧。第一个迪迦。第二个泰迦。赛罗该你了。怎么回事？托雷基亚，你不会是不想帮我吧？我怎么才恢复到一半？
赛罗呀，我都能量也不够了，不能帮你恢复了，你自己想想办法吧。怎么办？我把我的帅照发出来看看，到底还有没有小伙伴喜欢我，帮帮我。太好了，我的能量也恢复了，谢谢小伙伴们。